主播会客室你好，为了关怀弱势团体协助募善款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9月3号即将在新竹市立棒球场要登场的是明星公益棒球赛哦。那这个所有的所得呢都要捐赠给这个弱势团体来做关怀哦。那今年举办的这个公益赛呢活动跟以往哦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今年的特色就是有非常多的赞助厂商跟发起的这个单位呢一起来集资举办活动。那包括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贵客哦，也是这个赞助人之一哦。我们欢迎这个头衔非常多的这个前台湾省主席，同时也是前立委，也是前新竹县长的林光华林主席。我们先欢迎主席。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好，那主席呢？大家都知道他在我们这个台湾的政坛哦，是非常的具有分量的一位大佬哦。那当然，他现在是比较淡出政坛了，那全心在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哦。那想请教一下主席，您这几年来呢，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来关心我们的这个社会周边的一些弱势团体。我想，我就是过一个七老八十一个老人的生活。嗯。哦，那行有余力，我是偶尔就去管点闲事，关心一点是社会公益吧。嗯嗯啊，是好。那我们知道这次那个这个奥运呢，主席好像也在里面有扮演了一些角色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是那个里约的残障奥运，那我们台湾代表队那也邀请我一起去。担任访视团的副团长是啊，也给他们提供一些意见，嗯哼，给他们一些我做得到的协助，是客气了。那主席，我们比如说这次奥运残障奥运的这个部分呢，请教一下主席，就是其实运动选手都需要大家给他们多多的鼓励，除了精神上的鼓励，也是需要一些经费上的鼓励。那请教一下主席，这次在这个残障奥运的这个部分呢，您是怎么样来帮这些这个残障选手加油打气？其实我在雅典奥运啊，这个北京奥运，还有那个斯蒂夫的世界杯等等哈，那我也带他们一起去。是。那当然，因为残障者他属于弱势，嗯，那他肯运动，对身心都有帮助，也建立信心，嗯，对这个社会也更和谐哦。所以我们是一个鼓励的态度，嗯，希望能为他们做一点事情，是哦，嗯，我想，我们大家都一样啊，哦，这个做善事是积福嘛，积德哦，嗯，不一定积自己的啊，我想也让社会更圆满一点，嗯哼，哦，那让弱势的需要帮助的，他得到真正的帮助，是这个，我想。大家都有这个心嘛，嗯，所以你这样子的以身作则，也让您的这个小孩子，让您的公子也感受得到，然后他也跟着您的脚步在做这个部分。那请教一下，这次的这个公益棒球赛的成立，是由您儿子这个部分来做主办嘛？那您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事啊，嗯，所以我也鼓励他，他跟我讲了说，我说很好啊，这个本来你做得到的时候要回馈，嗯。要回馈这个社会是啊，我想这个社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栽培跟这个让我们受教育啊，让我们成长是。那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也要回馈，是这个道理这样。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这个主席给他的孩子们的这个最好的这个财产了啦，哈，对，这样子的一个做公益的精神。那当然，我们刚前面有分享到说，主席也是前新竹县长嘛，啊，那既然说提到这个做公益的部分，那我们也知道说新竹县因为服务员相当的广，然后原乡的小朋友也非常的多哦，那。您当过前新竹县的县长，那请教一下主席，就是说针对这些偏乡的孩子哦，你觉得，你以前的做法是怎么样？然后现在的话，还可以再怎么样来照顾这些孩子？在我担任县长的时候，实在讲哦，这个后山的孩子哦，真的很可爱，嗯，哇，他的天赋啊，包括唱歌啊，包括运动啊，都是。有他的天才是哦，那我们去培养他们是应该的，但是偏乡交通不便，嗯，各方面的资源没有，所以我当县长的时候，大概把一半的建设经费
都灌注到偏乡去，是、不是为了选票、他们的选票连我们一个竹北的一个里都够不上啊、就主要拉短城乡差距，让偏乡的孩子在出发点啊得到一个公平，所以很多原乡的这个也产生很多优秀的人才，是，然后出国比赛也得到光荣啊、原乡也很可爱，他要求的不多，是，那我们能够帮助他一点啊、包括这个新竹的最偏远的医疗，是我任内去开创的，是，那包括那个偏远的远端教学，远端教学，这个电脑全台湾网路这个教学哈、然后在那边使用网路，全新竹县是第一个，全台湾第一个，是，那我们可以做的我们都做了哦，包括我们梧州流文艺营，我们现在也提供第二梯次的，这完全免费，是给完全免费，完全免费给家扶中心的，他们推荐的新竹县市的弱势孩童，在国小的部分、国中的部分，他们只要推荐，我们完全免费，在每年的夏天有给他们学习文学创作的机会，一个启蒙吧。是。不然的话，这个很多因为家里比较弱势的孩子，可能就会因为这个经费的问题，然后他的才能被埋没了、对，那现在其实在您的那个县长任内的时候，您已经有这个很积极的在缩短城乡差距、但是老实说现在的这个城乡差距还是存在啊、是，那主席您觉得说像现在这样子一个状况的话，还可以从哪一些方面来着手照顾这些偏乡的小朋友或是弱势小朋友？这个像我们小英总统上任以后，他也到很多偏乡去，其实还有很多政策，还有很多他可以做的，都需要加强了。是，像花莲啊，这个他们不是一直在喊着，给我一条安全回乡的 路，这有时候我们感觉蛮心酸的了，将心比心，是。那每个人都有成长过程嘛，那我们看到很多他们山地里面的小孩，是，那写的文章哇，很感动啊，尤其小朋友他很天真直率，他不会拐弯抹角，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政府也好，社会各界也好，给予需要关心的，我们多给他一点关怀，给予需要帮助的多给他一点帮助，是，像这次大家出钱出力去办一个公益的棒球，是，邀请了明星来这里打棒球，来这里唱歌跳舞，那也帮助一些弱势团体哈、需要协助的啊、那很好啊，是啊，一方面也跟他们同乐，二方面呢，也有募款，一定会有结余的经费来协助他们，是，有一些他们需要帮助的事情，这个是好事一桩，是，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是，那一方面响应，一方面我讲了积福积德嘛，对，好，那那个我们的这个主席呢，虽然是已经是淡出政坛了，但是仍然对我们社会上这个周遭的所有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关心啊。那以您这样做公益这么多年的经验，最后是不是请主席来再帮我们做一次呼吁？就是说，有时候不是金钱的多少啊，对，就是就算说是100块、200块，可能只要您有心的话，都可以一起来做公益哦。那是不是可以请主席以您自身的经验，是最适合来帮我们做呼吁的？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是，9月3号要办的活动，那我想你买张票来看也是做公益，是啊，然后你能够赞助那更好，至少你能够共襄盛举，对，到现场来也感受一下，都很好，对，只要买一张票就是有参与这一次的公益活动了，是，好，那相信呢，平常很多的朋友呢都已经在买票看球赛了啊，更何况说这次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公益棒球赛啊，因为从你的这个票的费用里面呢，就已经有在开始做这份的善心了啊，对，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主席林光华林主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九月三号一起到新竹看球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谢谢主席，谢谢大家，谢谢。好，新闻最后赶快透过凯擘数位电视带您来掌握天气的概况，同时也欢迎您上 YouTube 搜寻新竹新闻云，观看更多新竹正道地方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李介荣，祝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